我们还是在这个农场在这里待着都不想动了，因为怎么说来着，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，这里呢又有水有电。又到了晚饭时间了，我们大家伙都已经都动起来了，动起来做晚饭了，看看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啊。鳗鱼给日头打下手，大厨饭只能打下手了。是啊，别用电我，没有电了吧？这次没有充电，放心。哎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插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看人家这个多好，我们应该装一个。你别说了，我看我们车已经越来越不顺眼了。我们没有，我都不会用。哇，看那个豆芽都已经干啥了？都已经长什么了？长根了。我们还要吃，我们好惨呐、啊！好惨！太惨了！太惨了，连葱都没有了，都只剩下肉了，穷的只剩下肉了。对，我们想吃点绿叶子，咋就没有了呢？上，实在吃不下去肉了。没有啊，有肉，但是没有青菜了。我们想吃点青菜都不行。有，你老婆正洗呢。嗯。都长根了，你知道都长根了。这个锅里在蒸鱼啊，这个鱼是玉龙他们下午钓的两条狗鱼，哇，待会出锅的时候应该，对吧？非常香。这样，看看大白这个，他想吃菜了。哎呦，哎，掉个东西吓一跳。你要吃这个吗？哎呦，大白菜你眼光不放过，馋死了。他喜欢吃大白菜，拿个纸啥的开开。来，给你偷剥一颗给你，好不好？这个能不能吃的呀？可以。给大白开小灶，开小灶，大白还在这里躲着，躲到这里开小灶了。我们还没吃，先给大白先来两口。几个白菜在这里看，这么狠吗？这话咋听着不对呢？啊，我们的蒸鱼豉油找出来了。还是你上次蒸那个鲈鱼的时候说好吃，下准备买的，买完以后就还没有开封，你就没有给我买过鲈鱼了。买不到鲈鱼的好不好？没有过期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清蒸狗鱼，淋上点蒸鱼豉油，哇塞，看得出来就非常的有食欲啊！哇，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啊！炊事班班长，对，搞得好，刚才差点烧的是料酒。为什么会紧张呢？差点烧料酒。哇，大白趴在这边看门呢，好认真呐，为我们，对吧？做安保，看家护院。看看这一锅什么？白酸汤，白酸汤，对，我还掉了一点那个剁辣椒，剁辣椒，但是和，应该是糟辣椒，我们的贵州做的糟辣椒没有那么咸，看着这个色彩就，红红绿绿的样子，把包菜放进来，煮熟就可以出锅了，对，稍微烫一下就可以吃了，这一锅我好喜欢啊。红红的，绿绿的。什么？我们苗家的女孩子，除了我以外哈，我就是后期变胖的，这个不算哈。其实我以前真的，我以前20多岁的时候，一直在黔东南州待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很瘦的。我最多88斤那个时候。哇，88斤比我还瘦。这边太阳又下山了，前面还有两个人在钓鱼呢。这里蚊子太多了，他们钓鱼都要戴个面纱的。大白也会安排自己的，现在啊，自己出去撒尿啊啥的啊都自己安排。刚刚还找不见他了，不听话了。大白真是越来越那啥，越来越皮了。我把我电接上了啊，接上了，不敢去开了。接上大白会不会电倒？大白别电焦了。老薛，这一搏都是你嘞，这一搏局根本。咋了？我就还有点担心嘛。今天我们就自备碗筷了，看看晚上的这些菜啊，一个酸汤，凉拌蕨根粉，清蒸狗鱼，饭后甜点，这是啥来着？小米渣。小米渣就直接可以拌饭前甜点，甜点是吧？这个是属于就是当，也是甜的，但是呢也是一道菜。然后在我们贵州来说的话呢，就是过年和结婚的喜宴上面会有的，是吧？饭前小甜点。好，我们那边结婚。好的，漂亮。看肉肘给你搬了一锅大锅的蕨根粉，你要不吃完？我放了一斤，放了一斤。看一下这个蕨根粉，贵州的特色。嗯。那股新鲜的味道。现在开始了，是跟在贵州的一样。对，哎，它是进口。蕨根粉非常有嚼劲啊，这料拌的特别香，有点像蒸过了坨的桂鱼。你们尝一口这个狗鱼。狗鱼，你尝吧。那我尝一口啊。那装这个。上一次吃狗鱼还是在新疆，在新疆啊。
我来尝一下，我来尝一下青海这边的狗鱼啊。这边吃的比较热闹，我来吐槽一下自媒体的吧。这肉比较有嚼劲啊。对啊，我们上次在新疆吃的也是，它不是嫩的，它是有嚼劲的。呸！这边离河边太近了，蚊子就是特别多。这个时候知道抽烟人的重要性了吧？这边蚊子好多啊。卡式炉的。一人要拿一根蚊香在那里点了。我们把蚊香就这样用了啊。蚊香，看到没有？一人拿一根。熏香知道吗？蚊香，哎，我这蚊香捏的不错哎。我发现只有男人在用这个，知道为啥吗？我们没有那么招蚊子哦。因为我们男人的血气比较重，蚊子喜欢我们。男人。说你们还是真的男人。万一说。是那种男人。臭男人是吧？是那种。臭男人。我们把这里收拾完了，瓢碗锅碗瓢盆都洗干净了，又开始准备明天早上了。是啊，明天早上又是中午了。就把这南瓜粥吧，明天我们把它先削好放在锅里，然后明天醒来就可以煮了。是啊，不然明天起来再煮太晚了。